菲菲，其实上次求婚的事情我是认真的。听，你想不想看剧？看剧？你陪我一起看吧。好。菲菲，为什么你给我的备注显示的是一串数字啊？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遇见的那一天。哦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浪漫的人。哦，对，那我也把我的改成这一天。啊，那倒没必要。来来来，一起看吧。那其实我也收藏了很多剧，你要不要用我的看？你也喜欢刷剧啊？啊，你看。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，磨损了，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，他亲手栽了。